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专业地产，我是沈一时。今天来到又一村花园，介绍这件开阳靓景的笋盘，我们一起看看吧。这里是又一村花园40座中层A室，实用801尺，这件呢装修得很靓仔。这里全落地玻璃，这边是向东的，这个景都是非常开阳的。这里入来有个玄关位，这里可以摆鞋柜，这个是个厨房。三房一套，这里第一间，这里有村花园都是很实用的。这个客厕，看看这个客房先，两间向东。这个最后主人套房好大呢间，呢件装修企理，业主急走，如果有兴趣，欢迎随时call我，多谢各位收睇，拜拜。